要是再等半小时货还没到，我就走。不用等，来了。喂，来了。哎，前面拐弯啊！替你卖命了，因为我答应给他一大笔佣金，他一辈子都花不完的。后备钥匙，把钥匙扔了他，你疯了？要是能拿到这么多钱，疯了也是值得的。扔了他。快点，枪也得扔掉。这个形势，我跟你都是大赢家，我们两个合作怎么样？跳！拿着。
案再算。哎，上面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们等着。我是抗暴联盟的人，现在拘捕你们，把枪放下。
叶枫，明天有班专机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我的两个助手会送你回香港的。谢谢。索米交给你们处理。是，上校。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呢？很快。